认真减肥第二十九天，明天上秤。加鸡面吧，鸡腿，鸡蛋，鸡翅根，包菜，西葫芦，对不对？来一份吧。他要不说停能打多少？好吧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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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打了不要打了。来，多少钱？18块钱。哎，更便宜今天，明天就上秤了，今天少吃点。开始自律。就是自律的。